那我们现在要的是直流电，还有12伏特、24伏特跟3.3伏特的这个电压，还有伏特。对，然后像这个供应链，那我是不是就是供应它有分金牌、银牌，什么牌什么牌？好，那什么牌什么牌？又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金牌是比一般的普通模组还要来得便宜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用料，所说的用料就是它里面的电子零件的用料的好和不好，还有它输出电压的稳定值高或不高。在这种高静电的一个电脑情况下，我们当然是希望它的电压是越平稳越好，而不是高低低。你可不要夸这么小啊！像红叶草啊！啊？像红叶草。你搞外草啊？你搞花椒？放火啊！中毒的季节，对啊，中毒季节。燕姐，六光线没有什么太大的结论啊。嗯。好，然后我能说的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，还有分两种，一种叫。分三种，一种叫是一般的电容光器，一种叫做全模组电容光器，一种叫半模组电容光器。对，它总共分这几个。它像这个是全。